李晨在微博中晒出治疗照片，随后范冰冰便转发了李晨的微博，并写道：为了一个节目缝了22针也真是够了，还好你是男演员，我能说等你好了咱俩打一架吧，我保证不戳你的眉骨。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范冰冰与李晨近来在微博互动十分频繁，比如七夕时范冰冰曾在微博晒出自拍照并留言：快来影院陪我过七夕，李晨便马上转发。而李晨参加赛车活动和综艺节目的微博也都得到了范冰冰的力挺。在今年3月，范冰冰还曾在微博中晒出了两人的亲密合照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在近日杀青的古装大戏《武则天》中，范冰冰不仅身兼制片与主演，更曾力邀李晨出演李牧一角。优酷全娱乐，两人会不会正在热恋啊？整理报道。2014 Mnet 亚洲音乐盛典，上优酷为偶像投票，拼人气抽门票。